来，是，抄得好啊！哇哦，灌篮了，布阵！再来回顾刚刚这季精彩的扣篮，称得上是暴力美学。Kevin Durant 罚球线跳投，专注力跳投得分。阿里乌空中接力，漂亮的阿里乌接到球之后直接灌进去了，非常有默契。阿里乌空中接力，漂亮的阿里乌，他传球给队友，跳投，投篮得分。现在双方还差六分。这球距离有点远，出手了。跳投抢得好，投篮得分。控球把每次进攻时间给消耗完，专注力得分，面对出西河，这球投进了，双方目前比分差距是6分。爱神传球路径被识破，这次的进攻长传抄得好啊。我们来看这次的进攻抄得好啊，他们现在需要一颗三分球，抄掉了，球还被他抢到了，反应真快。投篮得分，这个暴扣十分暴力，一旦他启动，防守球员完全挡不住。投进，完全是不讲理的打法。这球还真是漂亮，让我们再看一次重播，回顾他精彩的进球。得分，今天的手感非常好。没时间了，好球。第三节比赛结束 ，Chris Paul。自己盖完又抢到球，完美的防守。24秒投出，第三节比赛打完，阿里乌空中接力，让我们看一次重播，空手切入的时机刚刚好。雷帝漂亮进了，目前领先对手一分。全球 Perkins 单手扣篮精彩，他这期扣篮又把比赛带入高潮，目前必须要有人挺身而出。好球，两分地下，中距离出手，好球，空打出手，跳投得分。咦，空了，防守球员怎么没有注意到他？这球还真是漂亮，好球突破，创造得分机会。篮板得分，只要压制对手，1-on-1，跳投，得分，不慌单打，跳投。5分了，跳投，得分！这球让双方的比分差距、投篮的能力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可以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得分机器。在边线出手了，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可以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得分机器。他传球给队友，